下面请您欣赏恭喜发财，表演者孔云龙、李云杰。谢谢朋友们，是不是有点睡着了呀？睡着了。嗯，有认识您的吗？哎，这个在德云社来说，这名气真的还不是那么大。哎，有很多朋友都能叫上您的名字。你像人家烧饼啊，啊，还有岳云鹏啊，哎，还有这个高峰高老师啊，嗯，这都是大腕儿。哎，可以、啊，这都大明星。您这也行，你刚才底下观众管您叫老愣。啊，老愣，老愣。观众朋友们的爱戴，去年的今天也是在这个剧场。您演一个什么作品？演的这个八马褂。嘿，啊，当时超时了。啊，超时了。啊，很成功，挤兑的后边演员都没有时间了。哎，大伙儿看的有看这个马褂的吗？朋友，确实是这个，我认为不是我多么的优秀。那是，还有边上老恩师，哎，啊，郭君德纲先生。对，还有郭君德纲先生，老恩师嘛，有这么说的吗？郭君德纲先生，还有这个于谦于老师，哎，两位大神在边上，那肯定是次不了啊，保护着您。那可不嘛，德云社这么多年啊，观众朋友们的喜爱，嗯，都是我老恩师，哎，这个培养我们这些个徒弟们。你看烧饼，我记得真的同台演出，我们都很感慨，哎，在一块聊天。我记得那时候刚进德云社的时候，嗯，烧饼那时候上公交车还不用买票呢，主要是逃票那会儿，嗯，不是逃票，那是那时候个矮哦，小小，那时候没蹿起来，还没长个呢，还现在一晃，你看，哎，那个头跟我都差不多了。对，他现在啊，跟您差不多，那可不嘛，您有1.15米啊，像话，您拿起嘴就说，现在就是蹿的个头也比较高了，听说得有1.9米了，快，好家伙的，长多快呀，嗯，一晃。真是很感慨，那时候进德云社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观众。哎呀，我们也没有想到能在北展能开这个专场，能演出都没想到。我们那个时候在小剧场里面演出《华生天桥》，哎，那时候小剧场七门坐满也就200多人，嗯，200多人都坐不满，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4-5位。人最多时候4-5位啊，而且。郭君德纲先生天天的在小剧场里边演出，哎呦，上门口揽客人家都那样。不是，郭老师怎么上门口揽客人家？拿着快板啊，在门口打快板吗？哦，什么样啊？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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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进来玩会儿啊。好，来吧，我们这娱乐场所。呵，哎呀，门口就卖票了是吧？就那样都没人进来看呢，朋友们，知名的演员都那样。我的天哪，那时候嗯，我师父也坚持，哎，一个人，朋友们听过这个传说吧，嗯，德云社来过一位演员，我师父也在坚持。以前郭老师经常台上说，有老恩师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这些个徒弟们，嗯，有了观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，嗯，才有了德云社的今天。这话有道理，小伙俩规规矩矩的，怎么样？再给我们的衣食父母鞠个躬，哎，感谢您诸位。现在你说这孩子们，我们看着也高兴，多好！上这儿来听相声的有好多小孩，你看岁数都不是很大，很年轻啊，上这儿来听，家庭条件都好，能看出来，能抢着头排的票，你琢磨琢磨。头排的票，可不嘛？啊，我们那个时候真想听场话剧，嗯，没有钱。真想去学习，没有钱。嗯，那个时候买馒头，那1块钱几个四个馒头都舍不得买，没钱呀。啊，你说现在的孩子，你看看手机有，还是什么这个几千块钱的那手机？对呀、啊、，iPad， 呀，看这个。哎呀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，哪有？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德云社，2002、2003年的时候，有个。彩屏的机子，和弦的铃声，嗯，就很高兴了。那会儿您有吗？没有。那会儿摩托您可有啊？啊，我啊，哎，摩托那会儿您可有啊？哪户不开提哪户。是啊，您现在是不是也得远离夏利呀？现在啊，嗯，搞停产了您啊？那等着吧。嗯，真的那时候没有。现在的小朋友们，你说接触这些个高科技，要不说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对。
虽说现在高科技，但是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。哎，这您说这我不明白了，怎么个不良啊？这还打开 iPad 啊，打开手机，嗯，什么都能够查得到。哦，能对不对？能查到你放鞭炮的故事吗？这个啊，我讨论我这干嘛？不是，能查到什么呀？看一些个电影、电视剧最普遍的哦，尤其那个爱情的作品。嘿，其实小孩儿不应该多接触这个，应该少看，容易导致孩子早熟。哎，这对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朋友们。嗯，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发没发现这个问题，也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提倡这个。嗯，朋友们，那个时候，像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少有搞对象的，您呢，一门心思全都扑在学习上面。这个我问问您，哎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老愣同志。云龙，现在这个大学也有这个摩托车修理专业了吗？啊？什么？说修理像话？不是，您还上过大学是吗？啊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拿起嘴就说，多少人，多少人都知道，我能跟他们一样吗？很多人都认为啊，是不是我这个人出身比较显赫？嗯，然后谁那么认为了啊？谁那么认为？多少人这么聊天啊？我其实。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很少搞对象哦。我们那时候别以为德云社里边这些演员都是初中学历，也有那胎教的。嗯，这嗯，胎教那是你们知道、你们了解的演员，哦、像什么这个郭君德刚先生啊，还有谁呀、啊？郭麒麟呐、啊。哦，他们的学历都挺高。郭汾阳啊，嗨哎，都是他们这个啊，这出我能跟他们一样吗？啊，您呢？正八百，咱也上过大学，朋友们。您什么大学呀、啊？嗯，什么大学？我啊，您都等听了有录音的，听说，北大。咦，看看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，怎么支持您呢？没听人喊吗？怎么喊的呀？一定是，好，好，哎，你耳朵拉稀了是吗？啊？多个粗俗，我就这样，你拿我怎么着吧、啊、我是一个文化人，你不要这个样子跟我讲话好不好？文化人出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啊，哪的事儿？您还上过大学，大伙根本就不信。北大啊，北大什么中文系？哎呦，有中文系吗？嗯，哎，有，肯定得有。北大中文系，哎，什么专业？北大中研究中文，没框住的，研究中文的。那当然了，我729分啊，考入北大。我当时我也没有想到，我平时也不怎么好好学习，我认为很轻松。729，我本来我原先我想考蓝翔来着，啊，后来没有想到阴差阳错考上北大了，729分，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？我听说德云社这个学历不是太高啊，您可以啊。环境能够改变一切呀！是啊，我跟过去不一样了。您不是骑着摩托装夏利那时候了。哎呀，现在我跟你说，我身边的一个朋友，那一个个的都是有学问的人哦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哦，交的都是有学问的朋友。哎呀，那可不，当然了。啊，每人都一样，有的爱学习，有的不爱学习。嗯，你说你像这样的就不爱学习。谁说的？我也大学生啊。嗯，再说德云社这届大学生，您可以普及普及吗？对不对？都说德云社学历低，那是他们。德云社确实有几个大学生。哎，啊，您熟悉的栾总啊啊，栾副总，栾副总，栾云平。哎，他呢？他是清华的。清华？哎，他是清华。他是什么专业呀？他是学的是室内设计。是，嗯，这个室内设计就是这行可真不容易。这是、这月份还行是吧？啊，6月份、7月份那太难了那个啊。没您吗？人家室内设计就是。装修装潢，嗨，装修装潢啊！这高峰老师呢？高峰老师人家是天津农业大学，哦，什么专业？农业大学毕业，学的是水产系。您别乐，真有这个水产系，水产系就是皮皮虾，能分出公母来是吧？哎，人家也可以，我也大学生，我介绍他，他也是大学生，您说，也是德云社大学生，嗯，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跟我这北大的比你差远了。哎，中国政法大学毕业。哎，朋友们，中国政法大学毕业，嗯，来德云社说相声。听听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
我有什么毛病啊？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就不能来德云社说相声吗？跟您这么说啊，这演了这么多年还真没说过，今天来的都是好朋友，我在这郑重的说一下啊，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为什么来德云社说相声，就想给朋友们送去快乐啊，送去欢笑。朋友们，你看多念过两天书啊，就是不一样。哎，说出这个话来，让你听着没那么假，对，就是很流，这很随意的，他就流露出来。我有那么假吗？我这个学历不比您低。哎，跟您这么说，我低、啊，你得学习，光有高学历不管用，是吗？朋友们，当今这个社会不是拼学历的年月了，啊、哦，拼寿命的年月，这是啊。学历再高不代表你多有文化啊、哦，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不代表你没有文化，这倒是。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，嗯，真的，大家还好，宝贝儿你也信砸了，这是没上过大学，但是你看人家有文化，嗯，这是真东西，哎，有内涵，那可不嘛，嗯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嗯，我生活当中要是跟我们老恩师一块聊天，那都得知乎者也，语言哉。哎，您得随着他说。嗯，朋友们也一样啊，身边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喝一喝茶，呵，聊聊天，哎呀，啊，做一做小游戏，做的游戏，那可不吗？什么游戏？文字游戏呀，文字消遣，娱乐娱乐啊，可以活动一下这个尴尬的场面。刚才您说到这儿了，刚才我看烧们他们这个节目跟大家有点小互动，哎，咱们这回啊来个大互动，哦，怎么样？来大互动，哎，咱们来个互动，来一个成语接龙，考考您这词汇量，就是文字游戏，文字游戏跟观众一块玩玩，哎，可以呀，好吧，哎嘛，自头咬自尾，嗯，我出的主意啊，我说一个成语也是祝福朋友们的，只要一鼓掌，就算通过了，您看怎么样？可以，祝福咱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们是恭喜发财，啊，新年吧。这个寓意提得很好，新年新气象，哎，愿意朋友们大发财源，身体健康，对，就这个寓意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恭喜发财，这过不了时，这个，那绝对的，恭喜发财，自头咬自尾，好吧，恭喜发财，财上起，哎，顶针续麻，自头咬自尾，再绕的恭喜发财，考考您这词汇量，让大家检阅一下，哎，没什么，弃物从文了，这太简单了，这个，嗯，来了，恭喜发财，哎，财，财源茂盛。嘿，这是好词儿啊，财源茂盛，财源茂盛，嘿，盛，盛况空前，哎呦，真多少朋友，这么多好朋友，嗯，钱，前程似锦，哎呵，祝福您各位朋友们前程似锦，嗯，好，锦上添花，花花好月圆，圆圆圆满满满满心欢喜，喜气洋洋，扬鞭跃马，马到成功，啊，恭喜发财，好，啊，哎，都是吉祥的词儿，朋友们，听出来了吗？听出来，听出来了吗？朋友们啊，即兴发挥，这就是念过北大的，知道吗？这学子他就是不一样啊。嗯，哎呀，即兴发挥，佩服您，就这几句你背了三年了吧，啊啊，哎，这不能，观众朋友们都能听出来，这都是即兴发挥，绝对不是提前背好的词儿。是啊，那可不，让那个观众都不爱理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您这么说，我给您出个字儿，您能绕得恭喜发财，我就佩服您，随便你出你的，能让你难住了吗？听我这个啊，哎，一，佩服人家，一，朋友们，要不然中国政法毕业的呢？怎么认识一？废话，可以，一不认识成傻小子。一，一，看您怎么说。一等战功，嘿，张嘴就来，好词儿吗？好，一等战功，都乐意立军功。嗯，一等战功，功，恭喜发财。嘿，你瞧，哎，说的真快，难不住他了啊！听这个啊，二。二等战功，哎，恭喜发财，好，哎，听这个，三，三等战功，恭喜发财，好，这不新鲜，哎，朋友们都会了，是不是？你妈叫你回去吃饭去呢，去，那摩托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去，赶紧骑着走，知道吗？不耽误晚饭，知道吗？啊，
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我跟您这么说啊，我说的也不能算，今天来这几千人都是咱们的好朋友，所有人现场出字儿，你现场出这字儿，你绕的恭喜发财，我们都佩服你。我跟你说哥哥，嗯，就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玩耍就可以了。不，别带着人家，为什么？人家花钱了。人家花，就人家踏踏实实的就在那坐着，你们就听就行了。不，就挺好。不挺好。我跟你玩，不要让爸爸妈妈们再受累了。知道吧，爸爸妈妈这鼓掌的都是你爷爷奶奶是吧？哎好，起哄啊，你们也就这个，就来了这个吧。伦理哏有什么意思？特别有意思。哪的事儿？哎，现在我们咱们随便说，那丑话那咱说头里。您说，观众朋友们出可是出，嗯，但可音同字不同，游戏嘛，咱别太较真了，哦，是不是？音同字不同，哎、音好，嗯嗯，什么？我问问他，问问他，那位，德云社的德，是德吗？德云社的德，哎，对，这字是过，哎，过，哎，不是，这字太简单了，我是北大的姐姐，我是北大的我，你拿这么简单的字，哎，下一个字，别下一个字啊，那等着您呢，是不是？你得等着您呢，是不是？那是你母亲吗？那个啊，啊，那是我奶奶，那是。嚯，德才兼备。没完，各位这词儿啊，德才兼备，倍加努力，立党为公，公恭喜发财，嘿，好。我这字儿太简单了，这绝对不是托啊，不是托，这不是提前对好的。是啊，哎哎，你还别有点学问，咱们哪位朋友啊，咱们出点那个生僻点字儿。好，这大哥说的好，说的什么？他说公，对。我跟你说，今儿我就听你的，我就听你的。他们好、哎，太好了。这是你舅舅，这是啊，哪儿的事儿就公啊，这是那、嗯，什么？饼，那才说什么老愣的愣。嘿，哎，好，这是愣吗？是愣吗？愣你的母语，愣。这个饼啊，哎，不，面条饼，饼是下一个问题啊，饼面。你先说这老愣的愣，愣，愣愣，这是谁算的？您出这词儿，您大学毕业啊？博士生，喂，愣愣，嗯，愣愣，愣愣愣的冰雨胡乱的拍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，好，哎呀，还能唱出来这个，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吗？听大家伙的，可以，不可以？咱们可以再找，可以，咱就继续往下来，游戏嘛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就不可以，再找一个，我多这嘴干，好。哎，您再找一个，愣头愣脑，愣有这词儿，愣愣鸡扑虎，怎么样？愣鸡扑虎，这我不明白了。来，有文化没有啊？哪个有文化？有没有北大的站起来解释一下？解释一下。您说让人家解释。愣老愣的愣鸡，饥渴的饥，扑虎。跟没说一样，这个啊，俺没说一样、啊。老扔急了，老虎都敢吃。哎呦，你那么猖狂的是吧？是啊，扔鸡扑虎。哎，四个字嘛，对不对？扔鸡扑虎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有学问吗？虎年大吉，呵，啊，这是现成的，这哎，现成的，明年就是虎年，虎年大吉，哎，虎年大吉，哎，吉。吉星高照，哎，这词儿不错，好词儿。吉星高照，照亮大地。这是夏利着火了，这是啊。
着火，照亮大地。哦，哎，就是太阳啊，照亮大地。太阳知道吗？太阳是太阳，就是、啊、就是太阳。那个于谦他们家搬太阳，哦，太阳里啊。哦，还有这马褂上下本的合着啊。哎，嗯，哎，照亮大地啊，地地上天宫恭恭喜发财，好、啊，哎，呀，难不住。哎呀，你看，来的，嗯，村。哎哎，小朋友，人提的这个字，咱们村不好意思，就是博人这一面了，是吧？村是吧？村，是不是村？是村吧？你看他又不说话了，他。你瞧瞧，头一排的票，嗯，是，嗯，是村是吧？是村啊，这位小朋友提的。哎，村村，咱听的这村，这好，嗯，村野匹夫，你乐什么呀，哥哥？乐什么？乐什么？是不是有这词儿？有没有吧？他非得笑话人，废话，人买票来就是笑来的，这是多新鲜呢啊！那你乐吧，乐，你倒乐呀！嘿，孙爷，孙爷匹夫，夫，夫荣妻贵，哎，这词儿也不多，夫荣妻贵，贵贵贱无二，哦，二二等正宫，好，恭喜发财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太棒了！这叫有学问，有学问的。哎、烧饼那个，咱嗨，你就弄个三文鱼，你说有什么可三文鱼？那有什么学问的？给我乐得够呛，这个。哎，我也。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老冷同志啊，下边再沾树木字，我一屁股坐死你啊！啊啊！人家绕上来就不容易，还沾树木字啊？这哎，哪位朋友，咱们高学问的，咱出一带偏僻的。爽爽，哎，这词儿过爽，哎，这声这好，哎，这爽，这好，来吧，您爽一下吧，来吧，啊、嗯，我爽爽啊，哎，爽，那、嗯、太好，哦，这就来了，爽吗、啊、哥？爽，爽朗笑声，嘿，爽朗笑声，哎，就符合今天这气氛了，这可不，声。声音洪亮，嘿，你看看，好词儿，亮，亮亮堂堂。你看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，这个词儿我跟你说，你都捅不出来。你真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这我站这儿都反味儿了，这是啊，粗俗粗俗，亮亮堂堂，堂。汤，什么文化？汤汤水水，哥，你上过初中吗？你，汤汤汤水水，我哎，太没文化。汤汤，听您这高的，汤勤蒋干，嘿，三国。哎，汤勤蒋干，蒋干道书一位古人，干。干一身汗，哎，劳动人民那是最光荣的，玩去，这是，哎，应该锻炼身体了，知道吗？干一身汗，哎，这词儿真琢磨，这是啊，真琢磨，真琢磨啊，干一身汗，哎呀，细想，细想，别细想了，就干一身汗。汗流浃背啊，一词他说了我就不能说了，那您得说一别的，汗汗流浃背。好家伙，您跟小雨一头里来的，汗汗马功劳，哎，劳劳苦功高，高高山流水，水水漫金山，山山河壮丽，立立党为公，公恭喜发财，好、啊，哎呀，就喜欢这个，立党为公，哎，就哎呀，恭喜发财，真难不住你了，各位，咱们得动动脑筋了啊。什么？那大哥说，你住嘴，那个字儿不能说。嗯嗯嗯嗯嗯、还有没有啊？这。人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哪位大点声说、
我问问什么？这字比较，他说请啊，这字也可以是吗？啊，请，但是太简单了。这还简单？哎，请，咱听听您怎么说。请，请来一家，啥玩意儿这是啊？咱不明白了，我再给你换一个啊，换一个，哪换一个？请，请上，请下。哎呦，这话也有点金琢磨，这是啊，请上请下，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对，你老给换一个像话吗？哎呦，好，哎，你看这孩子啊，真的，这孩子，你也是清华保送的吧？请君入梦，这词儿不错。请君入梦，我听入梦，对，不是梦哦，梦，咱听的这。梦中捉，哎，他们叫你小名呢，嘿，你看，叫小名。梦中捉王，哦，这是你大名，这是，你大名啊，王，王娘，啊，王。王者荣耀，好，哎，我说你们别抢我词儿好不好？你抢我词儿就说不了了。王者荣耀，哎，要王爷驾到，又改同仁堂了，这是啊？哦，道法无边，嘿，道法无边，哎，边。边关孟姜女，要开五行诗了，这是啊！孟姜女，女人最大，这更金琢磨这个啊！女娲补天行不行？女娲补天，哎，我想天，天下第，你再说我一屁股坐死你啊！天空之大。哎，这不错，天空之大，大红大紫。哎，这词儿也不错啊。一般人都把演员盼着自己大红大紫，紫气东来。哦，来，来广营，来广营，咦，这是本地的呀，这是多新鲜的，这不是外地的，他知道来广营啊，他。哎，来广营，哎，来广营是在北边，对，什么北边？这是来，哎，嗯，来之能战，战，战之能胜，胜，胜利锣鼓，鼓，古往今来，来，来，哦，哎呦，来，来，哎，来者不善，善。站着不来啊，好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来来就走不了了，来来者是客，客客随主变，变变化万千，千千辛万苦，苦苦尽甘来，好，哎，还是来来来，这回您走不了，来来吧，您的这还是个老北京啊！来吧，您来来来了，老弟，好，来了，老弟，哎，地上天公公，恭喜发财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来到德云社三里屯剧场观看我们今天的相声大会。首先呢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六口人》，表演者刘晓婷、张九泰。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伙儿。相声大会这就开始了，对，我们是第一个节目，头一场上得台来啊，大伙儿对我们俩不太熟悉，不认识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刘晓婷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对，一个小学员，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老师，我
这位老师姓朱，叫朱才怪。等会儿，说错了，谁是朱才怪？你啊？我不是朱才怪。不对，我，别你别别闹，我是朱才怪。嗯。不对，我不是朱才怪。这什么破名字呀？这个啊，人刚不说了吗？张九泰呀、啊。介绍错了。对呀、啊。重新介绍一下。快重新说。他叫张九泰啊，不是朱才怪。对。这还是不对啊。嗯。就叫张九泰。张九泰。对。张老师。说相声的说的确实不错、嗯、是吗？在我们后台人有名气。没有，人家可以称得上是味儿。不，人家是大味儿。人家是味儿。嗯，人家是味儿。我是狗啊，是怎么着？说您说的确实不错。是台上一捧一逗。对，俩人私底下关系得好。可不嘛，你看我也好长时间没去您家了。有日子了。您家还在那儿住吗？还在那儿住啊？不是你不知道啊，时间太长了忘了。天桥啊。谁呀？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怎么了？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怎么了？我们家也住天桥。你们家也住天桥啊？不是，那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们两个人不得拜街坊。哦，对，有可能对吧、嗯、您住天桥几号啊？我们家一号，头一号。谁呀？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啊，我也住天桥一号。你也住一号啊？咱俩住一个院里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们两个人不得摆街坊。哎呦，您住南房还是北房呀？我北房。谁呀？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，不怎么了？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啊！我也住北房，咱俩都住一个屋里了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们两个人不得拜街坊。我也太马虎了吧我啊！我问一下您，您晚上睡床啊，睡炕啊？我睡床啊。谁呀？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啊，我晚上也睡床啊。咱俩都住一个被窝里了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好家伙，您晚上铺什么盖什么呀？我就铺一褥子盖一辈子呀。谁呀？我呀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哎呀，我也铺一褥子盖一被子。咱俩都住一个被窝里了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们两个人不得摆街坊。我出去得太早，你回来得太晚了吧？这个啊，你晚上跟谁睡啊？我跟我媳妇睡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躲远点，我跟你说。我也跟媳妇睡。去，没完了是怎么着？嗯，这都像话吗？这个啊，怎么了？哪儿的事儿？这不讨厌吗？这上来，占便宜，问我住哪儿。对了，行了。他不这么说吗？我照方抓药，我也这么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先生，嗯，咱也有日子没见了是吧？嗯，咱不见过了吗？见过了也是。嗯、那个您家现在还在那儿住吗？啊，我们家啊，没地儿，没地儿啊，没地儿不行，没找着房呢。那不行，你说出个准地儿来。准地儿啊？准地儿。我住树上。我给你捅下来。什么叫住树上啊？准地儿吗？准地儿。具体一点。杨树上第三个叉，我在那儿趴着。这，还第三个叉？嗯，我没听说过。你必须得正经的房子，啊，租个地儿。大兴。嗯，有地儿就好办。嗯，谁呀？谁？你？我。谁？你也住大兴啊？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嗯，这不巧。我也住大兴啊。住着吧。住着吧。挺好的。不行，你得问我。我问你什么呀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我见过你啊。你见过我不行，你就得这么问。刚才我就这么问的，你也得这么问。行啊。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你怎么见吧劲儿的？你说是。
我跟您说，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吧？啊、哦，您住大兴几号啊？我住一，咱俩谁问谁呀、啊？这个，我问你，你住大兴几号？半号。半。这人有住半号的吗？原先是一号，打雷劈死一半人。怎么没劈死你呢？嗯，就那你也算一号。一号。一号是吧？嗯。谁呀？我呀。谁呀？嗯。我们家也住一号。嗯，给我住着。问我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哎，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嗯、那个，您住那个南房还是北房啊？我住这个北房，靠南头。你们家住烟囱里是吗？什么叫北房靠南头啊？嗯、这房怎么盖的？谁呀？我呀。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我们家也住烟囱里。问我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哎、这叫什么话呀？这是，我刚才是这么问的吗？啊，您出去的早，我回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嗯，那个您住床上还是住炕上？我这人腰不好，嗯，在那个床上盘一火炕。这个技术问题是怎么解决的？这，嗯，谁呀？我呀。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、嗯，我也腰不好，我也在这个床上盘了一个火炕。嗯、你问我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没完了是怎么着？好好，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。你这，我问你，嗯，你那个什么那个，你住，哎，你铺什么盖什么？嗯，我铺一个塑料布盖麻袋片枕一夜壶。这叫什么德行啊？这个。谁呀？我呀，这不是巧吗？这不是、嗯，我也铺一塑料布，盖一麻袋片，枕一夜壶、嗯。哎呀，嗯、问我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哎、您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嗯，对，关键地方、嗯，你晚上跟谁睡？我跟你媳妇睡啊。这是里外里我都跑不了，是怎么着？像话吗？这都怎么了？您不是讨厌吗？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，那也不能这么逗啊！跟您聊聊天啊，是问您个小问题。什么呀？就是您家现在还有人吗？我，您人会聊天吗？您家现在还剩几口人？我，就我们家没死绝了呢。什么叫还剩几口啊？还有，还这也不像话、嗯！你就问我们家几口人？对，您家几口人？六口人。六口人，对，都上班吗？哎。就我一人上班不容易，嗯，你想啊，每天你在外边挣钱受累，是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，哎，不简单呀。哎，您这说错了，嗯，这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的他不是我，那是谁呀？我爸爸。哦，这儿过飞机底下怎么还有回音啊？这个，老爷子，可不老爷子吗？老爷子今年有六岁了吧？这是人话吗？我都这么大六岁是吗？啊，多大了？没五十了。五十了啊？谁爸爸呀？我爸爸呀。你爸爸都五十了？可不五十了吗？五十了还有牙吗？还，您这什么五十就没牙了？没牙了吧？没有牙，有牙，牙口好着呢。牙口好？对，你爸爸牙口好。好，一顿饭能吃个火车头吗？我爸爸擎天柱是怎么着？有吃火车头的吗？啊，吃点软和的呀。软和的？对，软和的吗？软和的。一顿饭。吃点鼻涕粘痰什么的，您这玩意儿太软，我都没有嚼劲儿。这个，你试过？这，没听说过。吃点那个什么豆瓣豆芽的。一顿饭半两豆芽。我爸爸蛐蛐是怎么着？半两豆芽多点啊。一顿饭两亩地。那野兔子，还两亩地，就两碗米饭，来点菜。正常的饭量。正常饭量。要说您家是六十多口人呀、啊，确实不容易。怎么改六十多口人？嗯，不是六口人。六口人。对。都上班吗？就我一人上班的。不容易啊！每天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，不简单呀。您说错了，嗯，这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他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我爸爸。哦。什么动静这是？老爷子，可不老爷子吗？老爷子今年有十二了吧？是，好，长得还真快啊！刚才还六岁呢，这会儿十二了，五十了。谁爸爸呀？我爸爸呀。你爸爸都五十了，可不五十了吗？五十了也该长胡子了吧？哎，五十才长胡子呀，早就长了。
早长了，早长了啊！你爸爸那胡子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，两边没有，嗯，底下一撮。我爸爸山羊。你爸不野兔子吗？哪儿的事儿？这是没有连鬓络腮，连鬓络腮，大长胡子。对对对对。要说您家这600多口人呀，哎，确实不容易、啊。600多口。俗话说，人多打下乱，鸡多不下蛋呀。对，您说这没用啊，哪儿就来这么一句？嗯，6口人。几口人？6口人。6口人。对。都上班吗？就我一人上班呢，不容易。那是，你想啊，嗯，每天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嗯，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，哎，不简单。是不简单。嗯，我跟您说，嗯，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他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我爸爸。真奇，你们是过瘾来了，这是。老爷子。可不，老爷子吗？老爷子今年有20了吧？20了，跟我一边大，是不是？没听说过，50了。谁爸爸呀？我爸爸呀。你爸爸都50了？可不50了吗？眼神怎么样？眼神好。眼神好。好。能看见自己后脑勺吗？您呀，都没听说有看自己后脑勺的吗？啊，拿镜子能看见。对，是拿镜子。这麻烦，你还得拿俩镜子。拿俩干嘛？那你一个，一个怎么看呀？我教你啊。啊。哎呦。哎呦，这是看见吓着的人。哎呦，哎，行，那看得见吗？那个，嗯，那看得见吗？你说眼神好吗？眼神还没有这样的呀。科学家说了什么呀？这个速度要是超过光速可以实现。跟您这么说，我爸爸超不了光速。你爸爸连光速都超不了？超不了。你爸爸能超？也超不了。那多新鲜呀。哪儿的事儿？眼神好，眼神好。哎，要说您家这6000多口人呀，又改6000多口了，6000多口人，6口人呐，都上班吗？就我一人上班，不容易。嗯，你想啊，每天在外边挣钱受累，回到家里还得当家主事，不简单。我一猜就是这套词儿，嗯。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挣钱受累的是我，当家主事的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哦，我也会了。他还以为我说爸爸呢。哦。躲了这躲不了那个是怎么着，嗯，没听说。老爷子，老爷子。对，嗯，不是您在您老跟那头一口叫什么劲？头一口肥呀。头一口肥呀。嗯，二口不瘦啊。那二一口是二一口啊，特别二那口。那我还怎么说呀？就二一口。二一口，我母亲刚才是没过瘾。二一口是谁？我母亲。哦，这你答应什么呀？这你占得着便宜吗？你这是什么？母亲。母大一词似的。母鸡一天下几个蛋呀？你还真敢往下说啊。那不是母鸡不像话，就是老娘。老羊。老羊吃草食人的是吧？你爸爸山羊，你妈老羊，嗯，俩人聊天呢，美，嗯，门儿。那是羊吗？那个怎么还门儿都出来了啊？老就是我妈。二口你妈啊？对，就你妈啊。你妈那骂街啊？废话，你没完了是怎么着？就你的母亲啊。对对对，你的妈妈。还真嫩。我的妈妈。你的妈妈。我的妈妈、啊，那三一口是？三一口啊，三一口是那个我家凶。你们家有凶杀案？多大的事儿这是？家凶不是家里有凶杀案，那是就家鸽。哦，家鸽我知道。哎，没有野鸽飞得高。又改鸽子了。啊，咱不是说鸽子，就是哥哥。蝈蝈。蝈蝈像话吗？哥哥，就我们那个一母所生，一父所养。他比我早到，我比他晚来，他是我哥哥，我是他兄弟。哦，他比你早到，所以他是哥哥。对了，你也混蛋呀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打把他扒拉开你先出来呀？这玩意儿有抢的吗？这个没听说。那个你哥哥啊？对。那死了那口呢？埋了。什么叫死了那口？四一口。我嫂子。饺子。嗯，我不吃韭菜。谁问你了？嫂子。饺子。嫂子不是饺子。嫂子您不知道吗？嗯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就是说你是你嫂子的儿子。你是你弟妹的孙子呀？这个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话再说也不是我说，这是包公说的。包公啊，
包公，黑包公啊，哦，知道了啊，第四口是包公，哎啊，包公像话吗？嫂子，那五一口是？就是我呀，小舅子是你，老丈人是你，那咱不是外人了？对呀，走看电影去，看什么电影去？讨厌，就是你，对，那六一口，六一口，嗯，你等我想想，你告诉我吧，不，你等我想想，啊，我们家是琢磨琢磨，行，这人太缺德了，打上来开始占便宜，你像刚才一问我们家人口，你说是开始问我爸爸。嗷，连你们带一块起哄，占我便宜。就老娘，你就有什么就是母鸡，这都他说的。三一口我家兄，家里有凶杀案。四一口我嫂弄一黑包公去。五一口我说就是我，他说老丈人是他，他说我老丈人又是我爸爸，占我便宜啊。第六口我媳妇儿，我一说指不定怎么说呢。这么着，我跟他拽拽文。哎，啊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想知道呢。那我白琢磨了是怎么着？不行，你必须得知道。嗯，这六一口啊，我见内，你见内，我见内，嘿，我见外。不是咱脾气矮，咱不是说脾气秉性，嗯，就是我们家里那口，水缸，水缸旁边，灶台，这围着灶台转，能生能养的。哦，围着灶台转，能生能养的。对了，老母狗，喂狗的，狗食盆子。刷狗食盆的，吹出立吹出的，炕上边的，炕席上边，炕毯上边，德国毯上边，法国毯上边，土库曼斯毯，我们家卖毯子的，所有毯子上边，对了，褥子，这就快到了，嗯，褥子上边，被窝就过去了。我跟您说啊，就是这褥子上边，被窝下边，白白净净，软软乎乎，有它我就暖和，没它我就冷的那个，哦，明白了，棉花。大半夜我搂着棉花睡觉是吗？啊，就是在我耳边嗡嗡叫的那个蚊子，活蹦乱跳的，跳蚤，头对头的枕头，脚对脚的山墙，脸对脸的，哦，脸对脸，哎，半夜你乐他也乐的，对了，镜子，哎呦，这，镜子什么事？我跟您说，就是我们睡到半夜三更半夜睡高兴，我们还嘴对嘴的那个。哦，这么说就知道了啊！睡到半夜三更半夜睡高兴了，你们俩人还嘴对嘴的那个，就是他了。一壶，去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夸住宅》，表演者李小葵、邢文昭。给您换一场，哎，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哎，没错，这场呢把我们爷儿俩换上台来，哎，上台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应该，我叫李小葵，是他，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也学些年了，这是我的师爷，我，你可以说是我的师祖，邢文昭，邢老爷子，是我，我特别喜欢跟人在一起，哎，好，谢谢，老先生，嗯，都73岁了，还活跃在舞台上。73，真不容易，73是吧？啊，给我说的坎儿上了。你放心，那个你会活过今年的。我早活过去，77了，知道吗？77了。哎，给您开个玩笑。哦，别开这玩笑。特别喜欢跟您在一起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我是孙子辈儿的。你这好孙子了。什么叫好孙子了？嗯，这还占便宜呢。我这是占便宜，我还吃着亏呢，我还。就是很多东西啊，能向您学习，哎，您能教我很多东西，应该的。对我来说呀，嗯，是提携帮助。哎，对呀，应该啊，能跟您学很多东西，就是，对不对？哎，给我提携，哎，这老头给我提携呢，嗯，比我自个儿穿要舒服啊。对，我都不用，啊，去你的吧，给你提携，我嫌那脚臭。不是那个，你一年不洗回脚，我给你提携。谁一年不洗回脚啊？像话吗？就是提携帮助。哎，对，教育我很多。对，而且有文化。哎，相声演员有文化的少。对，当初啊，嗯，您上学就跟我们这帮人都不一样。嗯，您上学那个，把老师啊请家里来。对啊，专教您一人。哎，
这叫什么来着？叫专管，现在叫家教，也叫私塾啊。哎，私塾。而且你们家有钱，对，才能把老师请家里来。没错，您家有钱可称得上是良田千顷，树木成林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躺，票子成刀，现钱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簪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妯娌们成恨，兄弟们成仇。没有啊，兄弟们成仇行啊，那我们家是和和美美，应该说是啊，兄弟们和美，哎，对，不打架，都不打架。你们家上辈啊，嗯，老哥仨，哎，没错。你有一大爷，对，有一三叔，对，好像有一父亲，就是、好像干嘛呀？啊，谁没父亲呢？怎么到我这好像了？啊，就是说有一个父亲，啊，不，一就一个啊，有一个，哎，啊，有一父亲，对，这哥仨呀，亲密无间。好吗？忠厚传家呀，哎，就甭说这哥仨呀，哎，就说你婶子，嗯，你大娘，嗯，你母亲怎么样？这狐狸们啊，不，这妯娌们，他们这说话可注意，啊，妯娌跟狐狸两回事，狐狸四条腿，人两条腿，那应该呢？应该是妯娌们啊，妯娌们，哎。不抬杠不打架没拌过嘴儿，和谐嘛，跟亲姐们一样，那没错，就甭说他们了，嗯，就说那个你们上个老哥仨，嗯，你大爷，嗯，很诚实，对呀，你三叔呢，嗯，老实巴交，没错，你父亲呢，嗯，又是好人，哎，是一个和和睦睦的大家庭，没错。不过呀，嗯，大家庭到您这边完了，怎么了？没那么些人了，哎，人口是少点了。你大爷，嗯，无儿无女，哎，对。你三叔呢？哎，不孕不育，对，对不对？哎、对、嗯。你父亲呢？嗯，又没儿子，你说这上哪？哎，不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父亲没儿子。对呀、啊，那我怎么回事？您这老头开玩笑呢，我都您重孙子了，你没父，我哪知道？那你说啊？那应该呢是有儿子，当然有了啊，有儿子就是您嘛，这、哎、可不就是我吗？三门就剩您一人了，哎，这老哥仨呀、啊嗯，非常得疼您。那倒是，这老哥仨呀、啊，嗯，拿您当心尖儿，没错，就这么疼着。哎，这老哥仨呀、啊嗯，拿你当命根子，没错，就这么爱着。哎，这老哥仨呀、啊，嗯，拿您当眼珠子，没错，就这么珍贵。就是这老哥仨呀、啊，怎么样？就一眼珠子，不不，就是这个，不不，别这个那个了啊！老哥仨，嗯，俩瞎子一担当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如同一个眼珠子一样疼爱您，哎、心尖宝贝拿我当眼珠子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就甭提这哥仨了，嗯，就说那个你母亲，嗯，是你们家当中是最疼爱你的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是我母亲嘛，母爱是最伟大的，是啊，不过这个你呢，嗯。营养也挺丰盛的，哎，对。说到这个营养呢，嗯，你这样，我你那个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儿，你说说你从小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？害羞了，老头害羞了。我什么害羞？有你在台上问我这话的吗？不是，像话吗？你多大岁？我多大？你问我吃奶吃多大岁数？你像话吗？你照词说行吗？这我。十三啊，不，这个、啊、我吃十三，就是、啊、我也不好意思的，挺不好意思的，就甭管吃到几岁吧。哎，对了，就是那你瞎说，就是这个营养非常丰盛。哎，对，但是呢，嗯，你妈心疼你，哎，老怕你不好养活，就是老怕你不长命，嗯，但是为了养活你呢，怎么样？背着你父亲呢，找了一和尚。这和尚三十多岁、哎、大光头，一巴掌抓不透的护心毛，那个别说了，还说呢、啊、我母亲背着我父亲找一和尚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你这不明白、啊、我不明白，我明白麻烦了，我明白，就是你小时候啊，请一和尚到家里来给你剃头留一小辫，哎呀、啊、那都跳墙和尚，怕我活不长、啊、跳墙和尚为了让我活得长，不，这都迷信。再者说、哎、那会儿人都信这个，就是不光请一和尚，嗯，还请一老道，嗯，这老道呢那个会画符念咒，哦，写一道护身符，哎，带在身上呢、嗯、免灾去邪，你瞧瞧。后来又请了一个喇嘛，请喇嘛干嘛？这喇嘛僧还行，
给你起一个外国的名字，叫什么比什么尔，比什么比切多尔，比切多尔。谁叫这名字？比切多俩耳朵吗？不是，喇嘛没给我起名啊，是我祖父给我起的名。哦，你爷爷给起的。对了，你爷爷有学问。哎，有爷爷当过官。哎，对，中过状元。对，状元公。哎，后来又做了一进士。哎，是进士。我倒退啊。好，退休了吗？这不是进士。这还带退休的？对啊，进士老戴眼镜嘛，这不进士。那进士啊。啊，就总体来说呀，其实是学位。对对，总体来说啊，嗯，就是这个老邢家，嗯，祖辈是很有名气的，尤其啊是在您这个通州啊这一套大祖宅，您家身体那宅子。哦，这样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的面，我夸夸您家那所大住宅怎么样？你知道？那我听说过呀。我听说过。我给您说说啊，咱说说这邢家大住宅啊。嗯，真是远瞧雾这雾气昭昭，近瞧任麻没有。干嘛？这麻没有像话吗？啊，近桥那瓦窑四，近桥瓦窑四少，哎，门口有四颗门槐，嗯，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，对过是磨砖对缝、八字影碑、路碑、广亮大门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，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、传达处，二门四扇立屏风，撒金星，四个红斗方，写的是斋中中正，瞧瞧，背面是严肃整齐。进二门，方砖漫地，海门的院子下景天高达天棚一尺二，一尺二鸡窝呀，二尺二，二尺二也小啊。那三尺二呗，这甭对付啊，三丈六，那不太高了吗？你管呢，就得高哦，高达天棚三丈六，哎，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。不，这是你们家门风。什么门家门风啊？那叫吉星高照啊，吉星高照。哎，院里有对对花盆、石榴树、茶叶墨色的养鱼缸、九尺多高的架竹桃、迎春、探春、栀子、翠柏、梧桐树，各种洋花真有四十，不谢之花儿，八节长春之草。没错，正房五间为上，嗯，前出廊，后出厦，东西厢房、东西北房、东西耳房、东挂厨房带茅房、西挂茅房带厨房。不是不是，您等会儿啊，我们家都直肠子，吃完就拉。那应该呢。东跨院是厨房，西跨院是茅房，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，哎，明摘夜合的窗户，可扇的大玻璃，下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，哎，东景天是紫狗的封门，往屋里一看真是画露天机，别有洞天。哦，迎面摆丈八条案，上有尊窑瓶、狼窑罐、宣窑的盖碗、古月靴的果盘，案前摆硬木八仙、香石杏、配罗垫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，桌上摆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、湖北徽墨、通鉴天文地理、欧柳颜照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，有唐伯虎的美人、米元璋的山水、刘诗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松中堂的一笔虎字、镇宅宝殿绿纱一匹轿、金狮剑、金灯狗、上挂黄绸丝绦，有一丈二的穿衣镜、一丈二的隔几案、五尺多的八音盒、珊瑚的本景、碧的九桃、风不通的金钟、翡翠一磬，有座钟、挂钟、带个钟、字表、对表、寒暑表。你瞧瞧，要说代表，嘿，哎呀，谁也带不过你爸爸。是吗？别人代表带一手表，讲究都带一怀表，完了，你爸爸代表都上谱。上谱。要带浪琴、Omega、二姐麦克到、英格到、东格到、铁高到、金三针、银三针、五里文、亨德利、人道过、把上家、双眼单眼的、有为李为、博为博的，左手拿个低梁子，右手提了个半银盒，头顶大座钟，怀揣小闹表，未曾走到是叮当的乱响。这是我爸爸代表给钟表铺搬家。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打灯谜》，表演者尚小菊、李九重。给您换一场。感谢大伙热情的掌声。哎，要是再热烈一些就更好了。嘿，谢谢啊。刚才是李小葵，对，背了一个传统的相声段子，哎，基本功的段子，夸住宅，嗯，啊哈，用一句话可以形容，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那，这是夸人家吗？但人背得特别好，哎，都有掌声嘛，词儿多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到后头啊，汤汤汤好几百句，哦，脱缸而出，洒向人间。你先等会儿，跟窜稀似的。哎呀，噗呲噗呲，不是，行了行了。太恶心了。怎么着？那叫脱口而出。脱口而出，嗯，很辛苦。是，下去休息一下，累了，把这股气咽了。哎，这场呢，先等会儿，合着下去就死了是吗？
那怎么说？得把这口气换了。把这口气换了。哎，换完再咽。火，怎么都得死。就是歇一会儿。哎，对，这场吧，咱们俩换上台来。是啊，上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哦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你瞧，甭管我们哥俩说的好与坏。哦，哪怕来说我们俩说的不好，嗯，扭头您出去骂街，哦，您得知道骂谁，对不对？骂谁呀？骂郭德纲呗。凭什么呀？你骂得着人家吗？骂老板呢？好嘛，骂员工怎么回事？你甭来这个，知道吗？啊，谁说的不好骂谁？谁说的不好骂谁？对，拿我来说，嗯，我呢没有名字，所以说他，你先等会儿。好，怕挨骂，名字都不敢说啊！你也有名字？有名字，嗯，我叫尚小菊，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嘿，介绍一下他。我这个是我的搭档。哎，我们俩在一起演出，说是心里话，还是挺……你先等会儿，我都难以启齿。我跟你说，这搭档是下边。对对。啊，这是我的下边。下边啊，你会聊天吗？这个怎么了？搭档，咱俩的关系是搭档，没有那下边。我说错了不完了吗？好好说，瞪什么眼呢？真是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哎，没有下边。火，合着我是太监啊？合着我是太监。你是太监，你跟我说什么？谁是太监啊？我也救不了你啊。我也不用你救啊。怎么了？就是搭档。搭档。对，你也非常不错。是吗？空前绝后的演员。有那么好？空前绝后。呵，不一定空前啊，但肯定是绝后了。我离不开这太监了。这嗯，怎么还绝了后了？这就说你好，嗯，百年不遇，百年不遇，不遇不遇吗？要不我看看去吧，我这个早就应该看看。我看什么看呢？嗯，夸人没有这么夸的。就说你好，我谢谢你。你也有好听的名字。当然了，叫做李九重。哎，这是我名字，这是他的名字。嗯，有一外号。还有外号？外号叫什么呀？姓傻。啊，姓傻。对，叫什么呀？叫布拉基。哎，傻布拉基呀、啊，这什么外号啊？这说的就是你。谁呀、啊？傻不傻？我不傻。这我们来的观众都聪明啊。那我也不傻。不要欺骗我们。干嘛欺骗呢？傻不傻？不傻。傻不傻？不傻。最后一遍，傻不傻？恍惚了吧？谁恍惚了？傻？你这吓唬我，这不行啊。我不傻，聪明着呢。不傻。对了，考考你。可以啊，考考你，没问题啊。别太难了。哦，太难了算欺负傻子。我跟你说，你甭来这套。简单点。可以。考考你。说。请听题。你瞅你这个浪劲儿，你知道吗？请听题。猜。傻了吧？你看，咱俩谁傻呀？这个哪儿我就猜呀？我还没说呢，你倒说呀！你等着我啊！嗯，让我想一想。你快点想。说世界上，嗯，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鹦鹉？不对。八哥？不对。鹩哥？不对。那不知道了。告诉你啊，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？这是猪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没明白呀、啊。嗯，没明白呀、啊。我说答案是猪。为什么呀？有必要这么执着吗？合着我是哪猪是吗？不，你这是题目吗？这个啊，您这叫绕腾人。再来，换一好的。再来啊，说什么动物啊最容易摔跤？动物还能摔了？哎、嗯，企鹅。不对。笨。怎么企鹅不对、啊？北极熊。不对。
那不知道了。不知道。他说袋鼠。不对。你这也不对。不对。那不知道了。告诉你。嗯。狐狸。怎么是狐狸呢？因为狐狸狡猾。虽说有点尴尬吧，一点都不尴尬，知道吗？您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个狐狸狡猾呀！好家伙，我这想了半天，我都没想明白。那怎么着？您有那好题吗？好的，对，出一好的，故事性的。哎，这好啊！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说，有一个聋哑人。聋哑人是吗？啊。聋哑人啊，您这都要死了。这聋哑人去商店买东西，嗯，买一个锤子和一个钉子。哦，冲售货员他得比划呀。那是啊啊，蹦蹦蹦，真可爱。你售货员拿出一把锤子，是啊，蹦蹦蹦，又拿出一个钉子。哦，聋哑人很高兴的买走了。哦，紧接着来了一个盲人，盲人要买一把剪刀，怎么样才能知道他要买剪刀呢？跟他比划呀！啊，不不不，不对，那是盲人说我要买一把剪刀。会说话呀！他是个盲人，你是个傻子呀！谁呀？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您这题要这样，我出一个你也答不上来，不能够。不信啊？不能，我戴眼镜就能戴上来。你长大脚镜了吗？你胶质就是你，你甭来胶质，你肯定猜不着。能听着啊？嗯，哎，听这个，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猜，探路。你也就跟他是一般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对，俩长颈鹿，还带裸起来了是吗？那也不对。大象，大象那是鼻子最长。别说话了啊。他米老鼠。那我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了。告诉我。告诉你，记住了。好。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什么？珠穆朗玛峰。8848米最高。你这不山吗？咱不说动物吗？你这样念呢？啊。珠，穆朗。马蜂，哦，还可以这么干呢！你看看，就这题谁不会呀？这个很神奇。哼，您这也咱开玩笑是吗？你有那好的吗？出好的啊！咱正经八百出好的，那得是灯谜啊！灯谜啊，打灯谜，打灯谜，你行吗？行吗？嗯，后台问问去。上哪问去？后台呀，一会儿下去问。你甭看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灯谜界我有一外号，叫甚？叫腰子。哟，那还挺骚气。什么叫骚气啊？什么叫甚呢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灯谜姥姥。还是个女的呀？什么叫女的呀？嗯，这灯谜姥姥是北京话。怎么叫灯谜姥姥呢？就说灯谜会的多，谁都不服。北京话姥姥，哟喂，就我常听说有个灯谜姥姥，灯谜姥姥啊，感情就是您呢。哎，就是我，咱俩得拉拉手了。干嘛呀？我还有一外号。您是灯谜老爷。哎，玩你跑着配对来了是吗？你想太多了。什么叫我想配？跟你配对怎么可能？我也不要你，知道吗？想配就这证明我会的比你多。咱别说大话，不大，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可以吗？那咱谁说谁猜，你出主意，你说谁说谁猜，这么着啊，我说一个，你来猜，没问题呀，啊，可以，也别白猜，那咱把灯关了猜呀，什么叫白猜呀？那我岂不吃亏了吗？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？那个什么意思？赌点东西吧。哦，挂点赌注，挂点赌注，挂点什么呀？别赌大了，赌大了伤和气。还真是，咱赌命吧。赌，死去一方不伤和气，是吧？合着这生命对您来说是最小的，是吗？我不玩，
不行吗？我还没结婚呢，不玩。我也没有。换一小的。小的。哎，咱就赌一只眼。我都没明白啊，这一只眼怎么赌啊？输了当大伙抠你一只眼。我这就抠一个啊。哎，那我要赢了呢？还给你。合着里外里玩我这一只眼。要不这么着吧，啊啊，要输了呢我呢就捅你一刀。那我要赢了呢？把它拔出来玩去。你憋着弄死我像话？那你说怎么着？依我说啊，嗯，赌点钱吧。那不就是赌命吗？你穷疯了是吗？我没钱嘛。咱那不多赌。赌多少？10块钱。那输赢都不在乎。就是啊。行，好不好？我直接来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扣字拢印的。哎，这好。7个字答一个字，没问题。猜这样，您说，半夜叫门问声谁，7个字答一个字。这有点意思啊。你想想。容我琢磨琢磨。你琢磨琢磨。半夜叫门问声谁，半夜我在家待着，外边有人叫门，李九重，谁呀？我。这字念我呀。哎哎哎哎，猜着了。猜着了。猜着了。真猜着了。真猜着了。我给你换一个啊。哎，不换。你等会儿。那个方向。哪个方向啊？哪里像哈巴狗。你这我猜着你给我换一个像话吗？猜着不给你换一个。我不换，就猜这个。我想这太难，你猜不着。我猜着了。行了行了。什么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要换也行，掏10块钱也。那就不换了。那我猜着了。猜着了。猜着了。念什么？我。不是我。是我。就是我。就是我。那你说是我，我说不是我，干脆换一个，从头开始。你先走。答。你老憋着换一个像话吗？你怎么了呀？就是我。不是我。咱也别抬杠啊。我出一主意，当着诸位亲爱朋友的面，咱俩在这表演表演。打灯谜还得表演呢。要不你不承认呢？怎么演？好比说这就是我们家啊，半夜你来找我，嗯，你一叫门我问谁呀，你只要说我你就算输了。说我就输了。对。那要不说我呢？那算你赢。准不说我？不可能。来一回。来呀。来一回。敲门。半夜你在家等着我。哎，半夜你在等着我。我等你啊。你必须等啊。我必须等你。我可不一定来啊。哎，那就甭玩了。那就你得来呀。我得来啊。多新鲜呢。来来，准是我错不了。说半夜没事啊，上李九重他们家看看去。哼，你看看，说着说着还到了。哟喂，啊，门口站着呢。哎，出去。大半夜我不睡觉，门口站着像话吗？我看见你了呀。你看见也得装看不见。为什么？这还有门呢，这个。哪有门呐？不，咱俩是你谁弱智啊？做比成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好比说这就我们，哎，就这儿，就是我们家门。这儿叫门。对了，敲门呢？什么都要。来，这儿敲门了。这就敲门了。对了，你家门往下敲啊？你们家都忍者神龟？没听说过，这不做比成样。行，敲门，开始啊！真是，来来。没在家。哎，在家呢，在家呢。在家你不出来？废话，你光敲门呢。那怎么着？你得叫我呀。还得叫？半夜叫门问声谁吗？孙子。哎，孙子像话？孙子像话吗？你想不叫孙子吗？谁叫这小名啊？叫什么？叫大名李九重。李九重谁呀？出来瞧。哎，出来瞧啊。出来瞧可以吗？怎么着？你得说我。说我输了。怕输你别来呀。矫情。再来呀。来。真是。李小成。谁呀？明儿见。哎，明儿见啊。
明儿见，你今儿干嘛来了？白天说那事儿就这么定了、啊、我没听说过半夜订约会的。那怎么着？你这就得说我。说我输了。怕输你别来呀。矫情、啊。再来呀。廖成。谁呀？送花圈的。哎，送花圈的。后台。大半夜送花圈。孙鹤宝。谁呀？给你送花圈。我瞧一下。你看看哪儿去？半夜送花圈像话。那个他走了，咱俩接着说。好家伙，这个单口相声啊，就是一个人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家里等我来了，像话吗？怎么你这儿就得说我为十块钱，你至于吗？眼睁睁是我，你不说呀？说怎么着？说我他就输了，说就输了。对了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负责任。来来，谁呀、啊？我，你输了。哎，道教门啊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孙鹤宝、赵楠。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。哎，还稀稀拉拉。嗯，刚才是上小菊，对，李九重，哎，给大伙说了一段，对，打灯谜，说的不错啊，说的多好，是啊，逗得大家哈哈一笑。嗯，这样就对了，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笑的钱也花了，嗯，不笑的钱也花了，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不是吗？实话，到这儿了，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娱乐场所呀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嗯？该笑你就笑。是。钱都花了，嗯、你不笑你不亏得慌吗？太亏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来乐一个。谁的乐一个？你不乐呀、嗯？我给你乐一个呗。你来来。乐我。我能吓他。真难看，太难看。哎，开玩笑啊、嗯！你说你来这儿不总比你去那儿强吗？去哪儿啊？对，人家说去哪儿啊？你问的太详细了，你好好给介绍介绍。哪儿？人家问呢，是哪儿？就你总去那地儿。食堂。你看你，别光装糊涂啊！啊，我总去哪儿啊？东莞。你不总去吗？我上东莞干嘛去？我找倒霉的。你是漏网之鱼的不？没听说过。你是漏网的。啊、那我还摊上事儿了呢。啊！你摊上大事了，还摊上大事呢，得去那儿去。没有，你到那儿、嗯，你花钱还多。嗯，你高兴就那么几分钟。几分钟？你到我这儿不一样啊，高兴三个多小时。嚯、嗯，身体还够棒的，叫三个多小时。好家伙，180分钟呢！哎呀，那你只能高兴几分钟啊。不是、哦、我们这三个多小时啊，那、嗯、有道理呀？有什么道理呀？不是，我们这不是来回换着人陪着你们大家吗？一个人还盯不住啊？你看，啊，在对呀，还换人，一出台就是俩呀，嗯、俩出台俩呀？不是，您是说错了，宝宝、嗯，那不叫出台啊，那叫上台，一样，上台出台一样，坐台都一样，怎么没听说过？你不就坐台演员吗？是不是我坐台可没人点，对吗？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。谁点我？是不是啊？甭管谁点不点你，嗯、就是这个，就这从那儿出来，对对对，走在这儿出台，出台表演，出台表演。哎哎，对，逗得大家哈哈一笑。哎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职责呀。有人说了，你在站在台上嘚不嘚嘚不嘚，你、嗯、你干嘛的呀？对，你干嘛的？哎，猜，啊，猜，我那是你干嘛的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嬉皮笑脸的，我不知道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什么毛病、啊？你这，我是神、嗯。你是神？英文名叫嘎子。哎呦，我看你是死嘎子，还嘎子呢？死嘎子。嗯，我有能耐呀。你有什么能耐呀？我会特异功能。那怎么见得呢？也就是说，我的脑电波相当的好。那您给介绍介绍吧。甭管多远的道，我能测出来。那您怎么测呀？现在去外地开车都用导航吧？对啊。我不用。那您用？嗅觉。嗅觉？哎，提鼻涕闻。嗯。他这耳朵不像啊。就到哪儿了、嗯？不是说狗啊。脑电波，脑电波，闻到了味道，传到脑电波就是到哪儿了，通过这儿过来的。坐火车也一样 啊， 啊，坐上火车，嗯，俩眼睛一闭，嗯，窗户打开了，哦，胳膊伸出去，是，
火车可没停 啊开着呢，快速行驶，火车可没停，胳膊伸出去，别赶上错车啊。为什么错车胳膊没了？错车你成往左了，伸出去来回来，提鼻的一闻，怎么北京到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北京到了呢？烤鸭味儿。哦，烤鸭味儿，哎，北京的特产。继续往前开，伸出去啊，来回来，提鼻的一闻，这是重庆到了。这怎么又重庆到了？麻辣烫味儿。哦，对，有道理。继续往前开，伸出去，来回来，提鼻的一闻，这是新疆到了。哦，羊肉串味儿。我他妈手表丢了。嘿呀！我是神，就您这还神呢？啊，您手表都丢了还神呢？开个玩笑，好，你看，把大家都乐了啊！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规矩，对，基本功也是，不是？你看这个方方面面呢，都离不开规矩二字。什么？那都有规矩吗？都有规矩呀。那你给说说吧。你举个例子吧。您比方说吃饭，这里就有规矩。这吃饭有什么规矩啊？你看，比方说到了晚上了，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晚餐，对对，正坐着呢，小孩先上桌了，大人肯定得管教他。怎么说呢？撂下，大人没上来，你先上来。哎，懂不懂规矩？您看，懂不懂规矩？是，对，规矩二字可就出现了。懂不懂规矩？吃上饭也有规矩。这吃饭还有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您各位发现没发现啊？您记住了，永远都是这样。什么样啊？筷子伸出去，来回来。您再张嘴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怎么样？菜做的可不错，不错，咱得尝一口。来来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是是。筷子伸出去，夹一筷子，来回来。你看，注意到了吗？哦，都是先伸筷子后张嘴。对了，这就是规矩。这就是规矩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那要违反这个规矩行不行呢？是违反啊！咱们先张嘴后伸筷子，不一样吗？掉一个啊，先张嘴后伸筷子啊，那就能吓到你。那不可能吧？是吗？你再来来吧，咱来一回。啊，菜做的可不错，不错，咱尝一口。尝。嚯，好嘛，这位恶格呀！你改猪八戒吃食了。好，对不对？这也不好看。哎，没有这样的。哦，你看这是在家里吃饭啊，去外面吃饭也有规矩。去外边吃饭还有什么规矩啊？外面啊，饭店，嗯，服务生。就有规矩，服务生怎么规矩啊？服务，但是现在这服务生不懂规矩了。怎么？现在这服务生懂规矩？去过饭店吃饭吗？去过呀。你到饭店往那一坐啊，服务员一进来，欢迎光临，带大不洗礼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都这样。你往那一坐，累了。他过来了，把菜单拿过来，吧唧往桌上一放，您瞧吧。他往那一站，跟木头桩子似的，往这一站，心里还有活动，快他妈点点。他好下班，他着急了。对啊，你说这懂规矩吗？啊，要说懂规矩的服务生，那得说是过去。过去，过去可不叫服务生啊，过去叫什么呢？跑堂的小二。哦，叫小二，人家懂规矩。是吗？哎，过去还有一个名词叫响堂闹灶。什么叫响堂闹灶？你看这个厨房啊，和这个大厅啊离得特别近啊，厨房炒菜呢叮当当响。对，这个服务生呢，就小二啊。跟这个顾客呢，俩人交流的时候呢，声音必须得大，压过厨房这钱才能挣下来。是吗？你看看，哦，不信咱表演一回。怎么样呢？表演一回啊！我就是那过去的小二。哦，您你看我怎么招呼客人的？哦，您来了。您瞧我懂不懂规矩？是我们给大伙看看。哎，过去的啊，过去，肩膀上大条白毛巾。是，来了一客人。嗯，哟，爷，来了您，几位？一位。哎呦，您屋里请，来有雅座，您坐这儿。啊，来爷您坐。爷，吃点什么？嗯，这是规矩。一两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，去吧。嘿，爷，请好吧您呢。后厨，一两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啊您呢。嘿，好，你看看，声音打出去，后厨听见了，回来他一句，我怎么回？好嘞。哦，来了一句。好了，声音必须得大哦，这声音压过厨房，这钱就挣下来了。这是过去，不是，您说的太绝对了。
不是，要像换我就不行，你要大声嚷嚷。怎么呢？我这人心脏不好，我怕乱。那是您啊，你那是您心脏不好啊。那您心脏要好不好呢？就别去那个地方。不不不，我这像小事一样，你干嘛非得大声嚷啊？啊不，那个地儿啊，小点声，这钱可就挣不下来了。你小点声一样啊。你老搬杠。谁搬杠啊？咱俩表演一回。表演吧。行不行？表演一下过去。啊、对。您那是吃饭的，啊、我是店小二。妈、啊。您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是啊。咱俩来一回。可以啊，我这心脏不好，你小点声。小点声是吧？哎，一样钱挣得少。挣不大。就点菜嘛，是不是？我这心脏不好，我怕乱，这样我受不了。今儿没事上那饭馆来吃点饭。哎呀，饭馆还真干净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吃点什么？一两老白干，二两花生米，三两猪头肉。你这吓我一跳，还吓我一跳呢啊，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？你像行吧，这样改街头暗号了吧？哎呦，改特务了。哎，有心脏病能吓死你。哎，看来这个小声还真是不行。小声不行、啊、你看这就是规矩啊，这就是规矩。哎，就连这个说话都有规矩、啊、这说话有什么规矩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不一定啊，不同的时间啊，不同的地点、嗯，决定这个话多与话少，是吗？对了，那什么地儿？你举个例子。饭馆话多呀。饭馆的话多。两个人一见面啊，你去听去吧。嗯，聊得越多越不显多，是吗？显得那么亲近，那么热乎。哦。比方说吧，啊，咱俩表演一回啊。表怎么表演？您正在饭店里吃饭啊、哦，我正吃饭呢。我进了饭店，点好了菜，刚要吃啊，一抬头瞧见您了啊，您又瞧见我了，哟哟。您这儿吃呢？啊，我这儿吃呢。您见天这儿吃？我可不，我天天这吃。我下班这顿准这儿吃。合着您不加吃去了？不加吃去了。天都这么晚了，他们娘俩都吃完了，我呀就在这凑合吃点就得了。您瞧瞧，来、咱俩呀坐一个桌上吃来。不不不不，谢谢您，不客气。我吃完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您干嘛走啊？干嘛？您再找我两口热的。不不，我真的吃过了，喝两口稀的。我吃完了，谢谢您。您瞧，您太客气了。再见，咱改日见。改日，回日我再请您。可以可以。再见。再见再见。您听了吗？话多吗？还是不少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显多显那么亲近，那么热乎啊。哎，那我再问问你，嗯，那什么地方话少呢？话少的地儿 啊，厕所。厕所？两个人甭管多熟啊，见了面蹲好了、啊，自个儿忙自个儿的，嗯，看见对方了就一句话。哪句？哼。哥啊，这儿，这儿拉呢。嗯，嗯，这儿拉呢。少吃点、啊、完了，忙自己的了，就这么两句话。你多说不像话。那多说呢？多说一样。带纸了吗？啊，没带。哦，我也没带。嗯，晾干走吧。晾干了再走啊？好嘛，这多脏啊！这个你看看，有这样说话的吗？啊、这也不卫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这样，真没有这样说话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这个。那不过，咱们要把那个饭馆那套话放在厕所里边说，那显得多有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俩人一攀谈，显得多热情啊，还省得蹲那干得慌，还有事儿干了。您是不是有点病？我觉得。我怎么有病啊？您的意思是把饭馆那套话挪到茅房里去说？对呀、啊，那准得打起来。那肯定打不起来，那显得热情友好。嗯，两个人攀谈那多有意思啊！是吗？啊，您出的主意肯定美。您出的主意，对，咱俩表演一回，再来一回，出事可担责任。没问题，来一回，肯定出不了事啊。嗯，比方说您呢？啊，正在这个厕所里头拉屎呢。啊，我正接手呢。啊，对啊，我一进来呢，啊，一低头，嗯，瞧见您了。对了，一低头瞧见我了。你干嘛呢？我掉下来了。你怎么不上来呀？你踩我手了。别说了。啊？你什么叫一低头看见我了？就是一回头。一回头啊？哎、你看你不早说。什么？一回头。哎，
你往哪儿回呀、啊？是你偷窥我，你是不是想捡香皂啊？我也太不开眼了，我也 啊，你有什么可看的？不是，这一扭头看见我了。这么一扭头，哎，哟，哎，您这儿拉呢？啊，我这儿拉呢。不是，您见天这儿拉？可不，天天这儿拉，每天下班这炮还准这儿拉。合着您就不加拉去了？不加拉去了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他们娘俩都拉完了，我就在这凑合拉点得了。您瞧瞧，来，咱俩蹲一坑了。啊，不是，那也蹲不下，我拉完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您干嘛走啊？您拉完了，拉完了，找我两口热的去。谢谢。